爸爸走后，妹妹告诉我，爸爸有一本锁在抽屉30年的红色记事本。我有一些惊喜，我能够透过装信已经脱落的这个本子，再度亲近父亲。与其称之为记事本，吴宁说这是一本手写的家谱。我好像进入一个密室，小心翼翼地进入红色记事本的世界。那刚正浑厚的字，几许的沧桑，一页再一页。搬到我的那一页，我看到父亲如史官一般描述他的第一个孩子，我的诞生。许多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要记录的事，他像拾荒老人一般增长着，以不同年代的笔迹惦记着。这就是他，情感收敛如一口深井，为人豪迈如大江大海。他骂起人来，一条街以外的人都听得到，但是他如闹钟一般准时地唤醒我们每一天的起床，为我们准备上学的早晨，等候我们每天的归来，看我们津津有味地吃着他炖的橘皮牛肉汤、蒜头红烧鱼。五个孩子是一艘一艘的小船，父亲是我们的港湾。爸妈都走了，我们瑞芳的老家也空了。我跟弟弟妹妹说，这一本红色的本子就是我们的家。小妹现在是这本家谱的史官，她要延续爸爸几十年的笔，传承我们的家谱。